乘风破浪的姐姐成团名单出炉，宁静霸气喊话拿第一不想成团。9月4日晚，乘风破浪的姐姐成团之夜落幕，成团名单出炉，宁静、万茜、孟佳、李斯丹妮、张雨绮、郁可唯、黄龄七人成团。宁静成团后发表感言，霸气表示我拿第一不想成团。成团夜现场，宁静称宁静姐姐把宁静组的其他六位姐姐全部叫上舞台，表示黄龄说只想和她的七位姐姐成团，我也一样，所以我不想成团。万茜感言如下，这个夏天是个很魔幻的夏天，我就无数次回答，从来没有人定义女团多少岁，乘风破浪的姐姐一定是中国最炸的女团，我还要有特别独立和敏锐的判断力，我要给我孩子知道，除了童话的美好，还有诱骗拐卖。感言如下，谢谢给我投票的人，这五个月要谢谢我们30个每一位姐姐，谢谢你们的勇敢和自信。经过多轮比拼，经过网友投票，黄龄成为首先获得成团席位的小姐姐，非常意外。